女性空服员除了裙装之外还有裤装的选择，但照片一出，红背心搭配蓝衬衫跟深蓝色长裤，经典的红蓝灰配色让人联想到卡通航海王的鲁夫，还有网友笑说似乎跟赌场的荷官撞衫了，到底谁像，带你一块来看。华航空服员经典裙装制服展现女性的柔美身段，新制服曝光了，但竟然长这样。一个是蓝衬衫搭配红背心深色裤装，另一套则是红领西装外套。这照片一出，怎么越看越眼熟？如果你去用这个新的制服裤装以图搜图搜出来的，大概卡通的话会像鲁夫，哎，不然就是一些赌场的荷官。没错，这熟悉的颜色搭配就是航海王鲁夫。一人で十分だ。将照片一图搜图，华航新裤装的红蓝灰配色，简直完美复制鲁夫经典红色背心。怎么很像鲁夫那个颜色啊？但是之前的其实就也蛮丑的，然后就这样会改得更丑，也是意想不到。真的万万想不到，网友说这恐怖美学无法接受，谁敢穿啊？还有人笑称新款华航裤装似乎更像赌场荷官。你看了我这么久，到底赌不赌啊？荷官发牌穿的是衬衫背心，和华航新制服相比，两者之间就差一个斜纹领带。批评声浪齐发，华航说下次换装时会再修正，而暌违十多年换新装，要让女性空服员除了裙子之外还有裤装选择，但这设计美感真的得再加把劲。记者卢俊杰、吴鹏新台北报道。